封口机一分钟教程。第一次用封口机需要安装电池，打开电池盖，根据指示正确安装，注意别装反了哟。我们开始封袋练习咯。好，把旋钮转到家的位置，捏紧袋子左下角，按下旋钮预热一下。像这样，要从中间靠左的位置开始封起，再按着慢慢均匀拖动到底。然后反过来补封左手握持的部分，慢慢拖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越厚的袋子拖动速度越慢，这样这个袋子就基本密封，起到保鲜防潮效果。看，封紧了。接下来用开袋功能将旋钮转至剪的位置，也是从中间开始按下旋钮，注意只能由左往右单方向滑动，就能轻松开袋，很简单吧？赶紧上手练习练习，下一位封袋高手就是你。